那么这个实现思路怎么写啊？我们首先这个表单一提交，你是不是得到这表单里面这些值啊？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得表单提交一个 subset 去？这样来，把思路图咱们再画一画来。再画画啊。这么说，咱们上面是不是有个多条件查询的表单？对不对？当我这个表单，同学们啊，我这表单一提交一点查询的时候，是不是跳到一个叫SERCH 设置 BOKSSERVRED 行不行？试试啊，来查找，怎么查找的？我们这个等会儿啊，是不是一点那上面表单，咱们就往这挑啊？这线哪这么的嘛？哪去了？在这啊，我就直接挑这儿就得了。那么这个咱们是不是实现多条件查找了？查找是不是又返回历史集合呀？然后呢，我往哪跳啊？啊，有时候咱们查找对不对？查完之后，哎，是不是往那个中转站去跳啊？是吗？往那一跳废了，我告诉你。你假设咱们多条件查找是不是查成三条了？这三条你到时候来又变成十多条了，是不是又全出来了？所以你能往这跳吗？这个？他查完是不是返回一个集合呀？你直接跳回来就完了呗，是不是？哎，你多条件查询，查完之后返回一个历史结果集，你这里面不叫一个结果集吗？我直接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要往这跳废了，那重新又查一遍，是不是？来，这样来，我们上面是不是有个表单？这表单往哪跳的？啊，就这个名是吧？我这改了啊，我看是不是这 X？是这个啊。SERVLET 搜来的，下边的叫 SEARCH，BOK，有没有 S？没有 S 吧，是吧？加个 S 的啊，有 S，来，还剩 C，保存，master 有 pause 对不对？下一步该干什么了？是创新思路来着？给我思路来，那布置一下，能听没听啊？你们都啊？这里面我是不是获取表单数据？对不对？我一个一个写了啊，R E Q U E N T 点 get parameter 是不是？当然这个 get 之前呢，你是不是有中文呢？R E Q U E N T 点 set character encoding 是不是中文对不对？U T F 杠八，把中文这个解决了。下边来，看这里面都有什么啊？说老师，你不用这个 bin 和直接封装到对象里面去的，因为这个。大家看啊，我这上面编号是不是那个类里面有啊？这是不是也有？这也有对不对？这玩意儿有吗？这个还没有是吧？除非你在那 bin 里面加了两个这个字段，我就费劲呢，直接就五个值吧，你写上得了，是不是？来说上面编号是哪一个？input type 的它 id 是不是叫 id 啊？那到这边哪去了？我这个刚才，这个是吧？这个啊，来返回是不是一个字符串对不对？就叫 ID 啊，2345是不是五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呀？哎，编号类别是不是啊？类别是不是叫 category？它是下个框对不对？咱们是不是把这名扔过来就行了？啊，来还有什么呀？商品名称是不是啊？name，肯定 C。再来。价格区间是不是有个叫 input type 的 text 是不是叫 min price？还有一个叫 max price，这就完了，对不对？获取表单数据写完了啊，获取表单数据。第二个咱们是不是调用业务逻辑了？调用业务逻辑啊，那么这里面是不是 B O K
SERV service， 是还是 new 一个 service 啊？来 ，BS 点咱们 SERCH 设置 BOOKS， 来，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啊？这里是不是把这个 ID 传过来，还有 CATE category GORY 和 name， 还有 min， 还有 max， 是不是这几个？那么我们就新建一个，大家注意，这是反馈什么呀？我把它写上，对不对？好了，咱们新建一个这个类，这访问直接有了。那下边咱们怎么的呀 ？BOOKDAO 点儿 find 就写一样名得了 ，SEA SERCH BOOKS， 这里面是不是得把这几个也弄进来啊 ？ID 逗号。name， 看什么 ？min， 逗号 ，ma， max， 是不是这五个？来，再来，这是不是进 DAO 了？来，这是多条件查询，查询图书啊。第一句话是这个，第二句话来，我们再写这个 query qr 点qr 点是不是 query 方法啊？在写这个搜鱼之前呢，我是不是可以先把搜鱼弄出来啊 ？string sql 等于怎么写啊？from 去了啊 ，from f o f l m from book， 然后呢，是不是啊？那我想一条都查不出来怎么办啊？一点二就完了呗，是不是一条都查不着了 ？false， 一等于二是不是 false 啊？所以一条都出不来，一等于一永远是数，对不对？都全出来了。写出跟 false， 写出 false。那他不认识，来判断呗，对不对？这里面说什么呀？空点 equals， 大家注意啊，表单里面咱们提交数据是不是永远都是字符串啊？那你 equals 什么呀？是不是有个 ID？ 来写上嘛 ，ID 啊，取反对不对？如果这个不得空，我们是不是 SQL 就加等于空格，按的吧？你都一等于一了，是不是按的呀？按的 ID 是不是等于问号？不对呀、啊，我怎么写个 ID 过来呢？我有 ID 查询吗？有啊，有，我还以为没有呢，有 ID 啊。那这 ID 是不是字符串啊？别，这个 ID 同学们字符串，你能记住这样的东西吗？我是不是可能记住几个字母啊？那你能用等号吗？不赖他，能理解吧？来，再来，肯定是 C。这里面怎么的？如果是 name 的 category 这个啊，这个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 category 赖他啊？啊，这就不用赖他了。你这个选的是不是只有等于的份了？再来，是不是还有啊？是不是 name？ 这个书名能记全吗？是不是 like 啊？对不对 ？like 这个是不是还有俩呀？这俩同学们听我说啊，咱们怎么写这俩？一个最小值，一个最大值。平常按呢？平常按同学们，我这写个十，我这我不填了，我直接查询，行不行？反正我最低价，我就是最低价从100开始，同学们来，低的我不要，高的不限，
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嗯、所以你比特按的你就不好使，你比特一百按的什么呀？零啊按的啊，不好使对不对？所以呀、啊，这给它分开解释你们啊。如果它这么的话，咱们是不是有个 min 这个是不是、啊？肯定 c 啊、嗯。min 它要是大于问号对不对？是拼这个，那这个 max 呢？就是最大最小的要大于它，对不对？这是最小啊，当前值大于它，对不对？然后这个最大值是不是它小于最大值啊？不，这不那税负里面叫税负里面叫 max 叫 price 是不是？哎 ，price 应该小于问号。它是不是要大于这个最小值啊？对，小于最大。是不是小于最大值啊？啊，这个对了，是不是、啊？这个啊，那问题是你们咱们后面是不是有参数啊？这周瑜拼完倒行了，你是不是后面有参数啊？是不是能参数啊？来 ，list 导个包，啊，那发型不要了啊 ，list 来等于 new 一个 a r r a y list， 哎，这怎么又跑出来了？这是大写的。是怎么集合对不对？来，这个怎么拼那个 ？A 什么呀 ？ID 啊，那就有问题了。你想啊，同学们，咱们最后是不是得是这样的？说 and ID like 说百分号，是不是得这样的？然后这个百分号里面是不是写上那个 ID 的值？是不是啊？比如 ID 咱们是1002，是不是得变成这样的？那你要写 ID 同学们，那百分号没了，所以你得这么的啊，加上百分号对不对？然后再拼上这个，再加上百分号，你就这么写啊。有人说你这费劲，我就直接在这百分号就完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大家注意啊，哎，不能。在这写什么呀？百分号，不能在这写啊，这种是错误的。你要这么写，同学们，那么这个语句批完之后，我告诉你，这个语句变成什么样啊？它会变成这样的，同学们，变成百分号里边俩单引号，里边是1002，变成这种效果，能理解吗？只有你下边这个才是这样的效果啊。只有你下边这么写才是这样的效果，能听懂吗？哎，所以你一定要这么去写啊，别嫌费劲，没办法，只能这么写啊。下边这个是不是 list 点 add， 这个加谁呀、啊？是不是 category？ 这就不用百分号，对不对？我等号嘛，是不是？这个呢 ，list 点 add， 这里面是不是 name？ 这加百分号了啊。百分号加双引号百分号 name， 对不对？下边这个来 list 点 add 是什么呀？ min 是 min min price 就完了。下边这个 list 点 add max price 是不是？就完事了啊。那么这搜狗鱼是不是扔进来了？扔进来咱们还得怎么的？参数给上。不对，另一个叫 ben list， 是不是 bin list handler book， 这里面是不是给一个参数叫 book 点 class， 逗号 list， 那肯定是不是不好使啊？点什么的？错对，是不是变成 offset 数组了？跑异常，那这错了。就完了。啊？先后格啊？
那 like 是不是？其实去到宋城更好了，是不是？去到宋城更好了啊。那去到宋城呗 ，ID 点什么呀 ？Sim 啊？啊对，那这也得去到宋城是不是？如果他 Sim。就全都得写啊，行了，来这个写完这边咱们是保存一下，看看去。完事了没？来，跟上我思路了，兄弟们。主要是不是就适合鱼拼接啊？对不对？别没啥、啊。这还落一个，哎，等会儿还少一画呢，这。来，随便找一个 ADD 的，又来他，又这个了啊，肯定 C。我是不是就？答对，我哪跳这个？D U C T S 是不是？是不是有个叫 list 点 .cst？ 你就不用往那时候来跳，对不对？你也不能往那跳了啊，就咱往这跳了。啊，对对对，嗨。怎么搞的 ？req.esd 点 set 是不是？那边要什么呀 ？book 还是什么？我再看一眼啊。参照这个来，咱们不是有 book list 的 book， 这 book 是不是啊？这叫 list， 保存是不是就可以了？啊，我就不用写注释了吧？还用不写？你写点，写点吧，来，不写不好看是不是？分发转向，这玩意写的有点太滑稽了是吧？把什么呀？把这个 list 放入 req.esd。你说。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不是？你怎么写还带点东西啊？报错了呢？重新部署一下。来查一下，来查询查询。整本书来，整个宇宙。查询。啊，对，弄错了。再查，我什么也不输入，是不是全出来了？我想让你看一下，我查不着情况下什么样啊？这什么也不输入什么样啊？懂是吧？什么也不输入，这回咱输入一个，肯定 C 宇宙是不是名称那个？来查询，出来是吧？再来一个单价，咱们说整大于一百的，这是不是都大于一百的？啊哈，出来个科学技术法都出来了。你挺能整的啊。类别来，有没有文学的？励志的有来，励志的多是吧？这么些励志的是吧？嗯，好，还有什么呀？编号，那编号来，随便整一个，没问题吧？啊，所以这就都是查询，就这么回事，拼搜语嘛，就是啊，完事了，不玩了。